两位女生，你的选择是？我选择那个傻白甜吧。傻白甜。傻白甜。我们先看看五号的留灯情况。你的判断是对的啊，他没给你留灯。那你现在就赌傻白甜了啊。来，我们来看十二号。你要说什么呢？我前面按掉了。等会儿，等。信号不是这样的。来，给他个麦，给他一个麦，在观众面前把所有的这个规则再强调一遍。来，我再强调一遍。孟非说最后一个问题给谁谁谁的时候，每是每一个人最后一次灭灯的机会，并不因为谁在中选区而享有其他的特权，明白我的意思吗？昨天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不允许 no way。 现在怎么样？之前没有接触到这个灭灯的信号，是同为留灯。 OK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你刚才灭灯的时候是那边是能够收到你什么时候灭灯的这个信号的。嗯，好吧，你现在有话跟他说吗？说吧。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会很累。我想所有的观众，包括黄老师、姜老师，包括我都会有一个判断，这女孩是个乖宝宝型的。对，她可能也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一个男人来呵护她。你可以在内心也评估一下，就刚才她说的，你们在一起之后呢，她可能会觉得有点累。当然按照规则他刚才是留灯的，你可以带他走，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算了，因为这带下去看得出来都有点勉强，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决定，不要听观众的。带走。对，让他把他牵走，带走。好，我选择带你走。恭喜三位嘉宾获得了由广隆食品提供的6天5夜星梦游轮浪漫之旅。